个鱼太大了，所以我把它剁成两半。鳞我没有打掉，但他听说他的鳞很软，是可以吃的。来吃吃看，看，很软的感觉。听说这个鱼用清蒸的非常好吃，所以我们先来做清蒸的。好，好，再加满满的姜丝。酱油，好，我们来蒸哦。好的，滚了滚了。抹一点盐来干煎一下，试试看。刚刚蒸了7分钟，然后又焖了大概2-3分钟。我把它夹出来。
好，我们来吃吃看吧。来吃吃看，你看它鱼刺大概落在哪里？因为这条鱼太大了，所以我把它做成两半。哦，它的鱼刺好长哦。那鱼刺是长的，原本茎会糊掉。它鱼刺是长的，其实很好挑起来，所以比起想象中，鱼肉很好吃。很好吃吗？嗯。好细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样很嫩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，很好吃哎、欸！你说这条鱼多少？我刚看它超长、超大只的。这外面这叫鲤鱼，那外面的价格有些是一条100，然后有些就反正价格不会很高，又算大尾，算平价的鱼。我觉得算是价格上算是蛮平价的。嗯，然后又味道又很好吃，然后肉质也很细，很细耶。可是它鱼刺是长的，所以它不像，其实它的鱼刺跟那种就是一些鱼比起来是很好去除，你这样一拉就掉了。嗯，那肉加上它的肉质细，所以鱼刺就很好拉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好吃。嗯，好吃哎、欸，价格又不贵。嗯，鲤鱼哦、喔。嗯。啊，尖尖长长的。就是，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传说它刺很多，所以不敢去尝试它、嗯，所以这种鱼在市场上不好卖。嗯。就那船家他们这么讲，就是在市场上没那么好卖。嗯，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看下来，其实这鱼刺算很好挑掉，很好挑掉。可是它鱼刺真的好多、哦，鱼刺很多，但是好挑掉。嗯，那比起那些鱼刺很少，但是很难挑的，来的好多了吧？也是，对啊，嗯、好长，这一拉就起来了。嗯，然后有人说，它的鳞是软的，对啊，很好吃，会可以吃，是可以直接吃的。吃起来怎么样？我没吃到鳞哎，咬下去，现在比较像咬下去之后它软了，但是它吃起来比较像鱼皮的感觉，鱼皮没有像鳞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来，你吃一口，一口，嗯，好吃吗？妈妈，好吃呀，好吃啊，嗯。好吃哦，好吃好吃，我也觉得这个肉蛮细的，只是说这个刺会稍微多一点。嗯，你还要吗？还要，还要哦，好。这里啊，这里像鱼刺，其实就是大概分布的位置大概是嗯，怎么了？嗯，对啊，鱼刺分布的位置大概是这样，就是。这边的血和这一段有一排横刺，然后剩下就是这边鱼骨的那个刺，所以只要针对这两个部分去挑鱼刺，还有就是这边鱼鳍上面可能会带有一些刺会下来，如果有鱼鳍的话会带一些刺下来，所以针对这几个部分去避开鱼刺，其实基本上应该就很 OK， 就是很好处理，然后它的。要给小朋友吃也很简单，鱼刺拉掉就基本上就长的鱼刺拉掉基本上就没吃了。嗯，但肉质很细，其实小朋友吃的是不错。嗯，我找不到它的鳞，我想说要吃看它的鳞。没有啊，你在挖就有鳞啊。哦，这里。这就有鳞啊。有没有这样子一拉，鱼刺就没有了？有没有鱼刺就没有？第一次吃鳞感觉好不习惯哦。然后这边还有一排刺，这是鱼头的部分，这边还有一排刺，但是一拉就出来了嘛。所以它的鱼刺虽然多，但是算是蛮好去除。好好好，妈妈剥。所以因为鱼刺多，所以
还是要小心处理啦，就是如果要给老人家或小朋友吃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还要好吃哦。但如果是成人自己吃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嗯嗯，但这挑刺其实不难哎，它这刺就是长。嗯，但还是有些短的刺藏在里面，所以还是要稍微小心。嗯，像这么大尾的鱼啊，它短的刺大概就大概多大？大概就是我刚刚吃到短的刺大概这么长而已吧，这么长。嗯，这么长，所以还是要小心啊。但是短的刺没有很多，就是长刺比较多。那基本上它的刺也是软软的，所以你牙齿够力的话，就是可以把它咬掉。一点。要这样吗？这刺这么多哎，还是不要啦。如果能不吃就不要吃了。嗯。OK 啊。嗯，好吃。好吃，真的味道真的算好吃。对。如果以性价比来说，我觉得这算蛮高的。肉质很细，嗯，好吃好吃，小朋友都一直喜欢。妈妈小猪，嗯，妈妈小猪，好，来给你啊！如果有吃到硬硬的，要注意哦。我多花了一块钱。好，好，先这样。好。煎好了。嗯，用煎的更香哎，是不是？爸爸好大，煎的还算漂亮，有硬硬的要吐出来哦。它肉质很细，然后你沾一点胡椒应该会很好吃。用煎的更香，更香，而且它有鳞片变得脆脆的。你的意思说可以直接一起吃？妈妈，姐姐好耶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哎。妈妈，哥哥好热。嗯，好热啊。妈妈哥哥好热。要吃吗？哥哥好热。妈妈，哥哥好热。还要吗？想。还要吗？你觉得清蒸的好吃还是用煎的？你觉得煎的比较好吃、我也觉得。煎的香味比较厚。嗯。比较浓郁。妈妈清蒸，它本身只要够新鲜，不管是清蒸还是用煎的，其实都不错啦。但它就是缺点，就真的就是鱼刺很多，就是没熟。是吗？妈妈，切。你要吃鱼吗？这里啊，这里比较厚。嗯，对啊，这边比较厚，所以如果把它伙伴上，妈妈爸爸帮忙，帮忙什么？妈妈好像那个皮蛋那个鳞片吃真的脆脆的，嗯，啊，好凉。好吃吗？好凉。好凉哦，怎么会好凉呢？爸爸，吃掉。这样单吃鱼皮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很香啊。很香哦。煎过之后。鱼茶，茶。茶。你要硬硬的要吐出来哦。硬，吐。出来。嗯。用煎的更香，真的。嗯。还要吗？要。好呀。好吃哎。
舒服，好吃。